依山傍水的彰化，除了南北各有浊水溪及乌溪围绕，更紧依偎着八卦山脉。而山下的人们每天正努力地编织它与彰化的故事。欢迎收看《关山下的风华》，我是林浩。现代人呢，有很多的文明病，譬如说现代人很长时间拿着手机啊，一些3C 产品，导致了自己的肩颈会酸痛，或者是说我们长时间去劳动所造成这里酸那里痛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又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医院找医生来帮助，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乔治运动保健的负责人张胜前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我们遇到这些小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怎么舒缓，怎么去做放松。欢迎乔治哥。大家好，我是乔治运动保健的负责人张胜前，大家都叫我张教练。好，乔治哥，节目一开始，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说"运动保健"这四个字，到底跟外面一般我们坊间在看到的这些民俗调理啊什么等等的，有什么差别？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运动保健跟民俗调理目的其实都是在做保健的，是，只是说。过去我们了解到的民俗调理，它是针对它的手法为一个出发点，比如说它是经络按摩的啦，或者它是推拿，或者是整复等等，它是一个手法来解决它的酸痛问题。是，但运动保健的出发点想法比较不一样，我们是根据它的目的，那其实它目的有分两块，一个是它心里想要的，一个是它身体需要的。是，那我们透过的工具当然就是有一个徒手的放松，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训练，这两块的一个结合这样子。对，那因为什么我会说他是心里想要跟生理需要呢？其实有时候他想要被按摩放松，可是他身体就肌肉量已经不够了，他已经是稳定性已经很差了。稳定性很差，其实也会酸痛。这是我们运动保健的出发点，会认为其实应该鼓励他要做的是运动训练。那放松这块，我们就会比较做在筋膜的这个筋膜层。好，那如果说他是属于肌肉疲劳的，那我们疲劳有疲劳的按法，或者是放松的方式。是，如果它是属于用过头的、紧实的，或者是说它是属于太劳累的，那这样子处理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它并不是说一个手法啊，任何人来都一样，就不是这样子，它叫一个目的性。了解。所以其实我们造成我们会酸痛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是。那可以大致上分成两类，一部分就是说可能自己的肌力不够，对，导致的这些强度不够，让你做了这些动作会让你酸痛。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肌肉累了，这样子比较紧绷。对，了解。好，那听起来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扰。那能不能，感觉会很多人来找上你？那你当初怎么会来做这样子的行业？其实我一直认为工作它本来就是应该学以致用。那其实一直到后面，家里有人生病，然后我们才有机会结合到物理治疗这一块。然后又本身念的是国术系，它是属于传统科系。是。那我发现这两个科系的结合，在保健这个工作这个市场，它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所以慢慢的就感觉到说，其实身体都是我们在使用。那还没有需要到治疗的这一段，本来应该就是自己要去管理好你自己，而不是说我今天酸痛，我交给我的教练，或交给按摩师傅，或者是交给谁，或者是希望买什么产品就可以让自己很好。我觉得不是。所以运动保健，我觉得我们的介入是希望说，我们提供一个教练的角色，是，然后让你自己懂得怎么用身体，懂得怎么放松，然后懂得怎么做训练。我们希望把这一块的保健概念的技术是交给我们的学员，变成是说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或者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对，没错。了解。那我刚刚其实很好奇，你有讲到说你是国术系，对，那国术系应该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可能都是出去比赛打一些套路啊或者什么的，那怎么会跟这个有关系？其实国术它很早期，我们农业时代并没有医疗，并没有那么普及啊。那其实每一个教国术的老师，多少都会有这种筋骨伤痛啊、酸痛的那种处理方式，跌打损伤那种。对，所以本来这些技术本来就一直存在这个行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一段时间，外面的国术馆几乎是没有人在练国术，反而你看到国术馆都是在做一些接骨损伤、跌倒损伤。对，那实际上这个是本来在这个文化的一个算是过去的一个时空背景下本来就应该有的，是，只是说当时这个技术的发展比较少了一些科学的这些
一些算是基础，让我们在学习哦，有时候会比较难懂。对。那后来我发现哦，其实也不是，其实是中西两个的概念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哎，后来发现有这个机会能够结合，我觉得在里面也发现好多以前可能是过去的老师傅没有讲到的东西。对对对。所以是你后来自己去研究之后，才发现前面的概念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对对对，其实中西它虽然你说它不一样，可是我讲它的背景，它想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是一样的。对对对，了解，其实就是在探讨我们人的身体嘛。对 对, 对，大致上是这个。了解了解。那你出来做这个行业，有一部分可能也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像我刚刚影片讲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肩颈酸痛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又没有严重到需要去找医生。对对，那就是说是不是在医疗上面的使用就可以稍微减少？对啊，因为你要想啊，你看很多时候不管你是受伤好，或者是说你平常的一些筋骨酸痛，你把酸痛去问医生，你觉得医生可以怎么做？多休息。他诊断完休息就给你开药吃。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店里面，我们常常都会帮医生教育一下我们的患者，因为有时候患者的观念其实不对啦。比如说这个伤害他就必须要休息，但是他又希望医生要帮他做些什么事情。对，像很多这种医疗上面的，我是觉得他有点类似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浪费，他其实把整个医疗的这种资源一直在磨耗掉。所以如果说外面有这种就是符合比较合宜的合适的这种保健，我觉得应该可以解决很多一些我们所谓的疲劳性的问题啦，或者是这种亚健康的这种问题，是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保持在这个健康面，然后把真正需要治疗的这个部分交给医师。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讲，所有的问题一开始都一定是要让医生先诊断过，先评估过 OK，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之后再来寻求他应该要处理的，甚至要怎么样去处理管理我们自己的酸痛，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适合的。了解。所以其实我们在可能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离疲劳到接近自己身体的伤害其实还有一段距离，那在伤害之前，我们能够帮助自己先去放松，或者是先去做舒缓的动作，说不定就可以减少像我们需要这些医疗的这些使用或者是浪费这样子。了解。好，那我觉得每个人找到乔治哥一定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是。那我想要跟就是帮各位观众朋友问啊，有没有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其实大部分来的就是会对于很多他自己的酸痛，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酸痛。对。那他有很多时候他很想要了解到底酸痛是怎么出来的。对。所以我刚好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其实酸痛这个大部分来讲都是不良姿势造成的，是受伤的我们不讲，好，受伤的机制可能是额外的一个一些用力的不当等等。那肌力不足是最主要身体不良姿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医生说你要坐正啊，或者人家使用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啊等等。像这些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你的肌肉量不够了，或者是说你的力量不够了，它没有办法维持在这个姿势，因此你会慢慢的出现发炎的这个讯息出来。可是我们民众有时候就是为了工作啦，为了要就是赚钱，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说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说他忽略了这个讯息，是身体它会发出警讯，但你忽略了它一旦变成是慢性的话，哇，这个伤害可能就不好处理了，所以这个就真的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治疗的这一块模式，就慢慢的要做这样。可是你会发现，那其实这一段为什么一开始你没有好好的去做它？所以对，如果在这一段，如果你能够懂得调整姿势，然后训练你的肌力，然后适当的放松，其实这个部分是我希望民众他要多一点的懂这些概念。对，而不要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工作啊，然后就把问题又丢给医生。是有时候医生太忙啊，他有时候没办法跟你聊上那么久，那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就蛮适合所有的运动保健科系啦，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运动相关健康产业都其实都可以来进入这个所谓的运动健康产业。我觉得这一块是真的还蛮不错的。了解。那可能也是时代的关系，大家有一些文明病，像是例如说低头族啊，那有没有一些可以教大家来舒缓这样子的？对，我们最常来的几乎都是肩颈酸痛。对，那肩颈酸痛其实它的姿势是这样，很多人说不要低头不要低头，可是我觉得脖子给你不低头，那你脖子要拿来做什么？其实它不是不用，不是不能低头，而是你低头，我们的一个原则是你应该是点头，
点头，然后再弯曲你的脖子，这叫做低头。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嘿，可是我们的姿势通常不是这样，我们姿势是抬头，然后再弯曲脖子。哦，所以这个姿势从侧边看，它就很像乌龟的脖子。但你要想哦，你这个头蛮重的，大概一个小玉西瓜这么重。你两侧的肌肉要拉得那么紧，拉一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的话，你就要拉12个小时。是，所以这个部分上来讲，你的两侧的肌肉是紧的，可是你后面可能是没力的。是，那没力的肌肉，你还要不断的去揉它，去按它，当然会越按越不舒服。是，那这个抬头的肌肉抬了一整天，你不去稍微放松压一压，或者是稍微按摩，让自己的循环好一点，那这个就没办法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对，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手。在你的这个肌肉、哦、脖子的部分，你先把它转到最紧的状态下，转到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滑动你的肌肉外面的这一层膜，从脖子下面的肌肉滑下来，把它往下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肌肉拉到最长，然后再透过你的双手再把它往下拉，把肌肉拉长之后，你回正的时候，那这整个肌肉是不是就会感觉我这个橡皮筋拉完之后放松，它等同在做一个伸展。哦，对，只是说一个伸展是我们自己靠两个关节在拉，是。那第二个是我们加上徒手的部分，让整个肌肉外面还有一层筋膜，因为现在很多是医生讲的这个筋膜症候群，它把筋膜的部分也稍微松开了。像这些动作其实都还蛮适合民众在家里可以自己做的。了解，反正就是这脖子有点酸痛的时候，我们就转过去摸一摸，对，就把它摸一摸，滑一滑，然后做一些训练。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刚刚。正确讲乌龟颈，它应该是抬头弯曲脖子。对，那你平常要怎么样去修正这个姿势？你就把这个动作相反回来就好了，做个点头，然后再把脖子伸回来。这个就是医生常常讲的，你就是要抬头挺胸。哦，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哦，当你看这个动作，点头又把脖子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后面一阵酸。那其实代表你会酸吗？会，你已经有那个乌龟颈的错误的这个姿势的这种使用的，对，所以你平常要尽量在维持这个姿势，在这个的情况下，你去调整你的坐姿、你的电脑，这个你工作一整天，大概你的筋群就不太会累积酸痛，除非你本身都不运动，然后整个稳定性很差哦，那不好意思，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你可能也会继续酸痛起来。对，所以这个部分上就是一个我们运动保健很强调的一个概念，是教导你怎么使用这样子。对，其实正确的姿势还是最重要的。对对对，然后真的酸痛了，刚好乔治就提供了这样子的这个小撇步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稍微摸一下，摸一下就会比较舒缓一点。对对，还是要稍微压下去的，然后做一下滑动，它其实不用很大的，因为它的肌肉已经量不太够了。是，好。谢谢我们乔治哥的分享。刚刚我相信一定很多乡亲朋友会很觉得这个部分很受用啊。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个客人如果找上你，你大概会用什么样的流程来帮他服务这样子？通常我们一开始不会很快就会想要帮他直接做，是我们先在填资料的时候啦，或者是在准备要放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部分在听。在跟他聊天，在听，你要听出他有一些讯息，这些讯息他不一定会告诉你。比如说，他的工作形态，他是久站还是久坐？他要不要走来走去？然后呢，他的年纪，他有没有固定在用一些什么样的药？啊，医生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叮咛？其实你把很多这个讯息啊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处理的方式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前后顺序逻辑，你会有自己像。作家在作画一样，所以我们会自己都跟我们教练讲说，你在帮他处理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运动按摩处方，他很像一个艺术家，是你要把你的想法设计在里面，然后从一开始的铺陈放松的时候，到最后在做训练的时候，你要有你自己的一个主轴跟故事，甚至就是一个计划，它就是一个企划，是啊，你要如何去追踪这个企划，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聊天。你会跟每个人聊天就对了，然后先了解他的需求。有很多时候，其实在这里，我们可能就不会继续再接了。比如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个他的问题，听一听怎么样都不符合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逻辑。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念一些相关医学的背景，就是想要了解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我们不应该碰的。是比如说他的这种疼痛方式，其实
我说的不合理就是说他这个应该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的，比如说你没有动他都一直在痛，没有动肌肉没有在收缩，这不是属于机械型的，为什么还会持续在动？像这个我们就会赶快告诉他你应该要去寻求医生，而不是四处再去乱跑这样。对，很多时候是像这些族群有一些危险性，我们自己在操作的，不管是你是做放松徒手或者是你是在做训练的，你都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民众他根本也不知道他自己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服务。是，对对，所以这个聊天一开始就很重要。了解，其实我有之前也有一些去给人家可能那叫桥骨嘛，还是民俗调理的经验，可能他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脖子比较不舒服，对，然后他就去给我好像就一去他就帮我放松嘛，还是直接帮我喘脖子，我觉得有点恐怖。所以我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啊，它比较复杂。人体的酸痛，它其实是很复杂，是它绝对不会是一种方式，然后就适合你。所以每一个人的保健哦，它有每一个人的保健，像车子5000公里要保养什么，10000公里要保养什么，它其实应该有自己的类似像健康护照，是包含我们讲的体适能。其实这一段在保健里面，你本来就应该要做，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刚前面所讲的，你要永远保持在这个健康的状态，甚至亚健康的要有一个健康。促进到更好的状态，我们才能把这个医疗留给真正需要的，然后我们才属于一种所以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好的状况。这样子其实对我们任何人在拼事业或者是照顾家人，我觉得这块才是做这事情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這樣。了解，所以其实做这行也要很会聊天，就对。哎，对对对。我们从跟人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说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困扰，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这样子。没错没错。那听说你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说你因为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客人嘛，那也会慢慢的归类出一些例如说这个职业他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有时候都在想说我如果一个手法这样帮你做，那任何人都是做这个手法。那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太勉强了。是，你看哦，一个久站的人，他明明重点在脚，对不对？那如果是久坐的人，他明明应该是在脖子。可是开车的人跟电脑族这两个，他的工作形态明明又不同。所以慢慢的，我们坐久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些共同的位置跟共同的问题，我们就把它设计出一个 SOP， 然后让未来要投入这一块的人，就照这个 SOP 做。其实每一个人。做出来的效果都会很好，我讲的就是放松的这一块，再加上训练这一块的这种处方，这种做起来都会不错。是，那这也能够让所有相关科系的学生进入在这个产业里面，他不会说忽然间进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所以我们现在从原本的就是没有分类的一般，我们做到了族群化，那甚至未来希望能够做到是属于个人化的发展，就每一个人有你自己的健康护照。对，然后你需要什么都帮你做记录。对，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健康的运动产业把它做得更细腻、更精致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朝这两个方向在做。了解，变成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很需要师傅这个很有经验的去量身帮他制定这个放松的这个行程，但是规格化了之后，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说大概可以用哪个方向，然后让师傅也有一些依据，是，然后让这个客人呢也有知道说啊，大概我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么样的服务这样子。对对 对, 对，了解。好，那我们就再问回来好了，我们当初怎么会想要出来开店？其实当初开店是因为妈妈生病，是对，因为本身。我们如果能够让人家请，当然我们也不想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的忙。可是当时因为妈妈癌症的时候，她需要有人陪伴，那我们又需要工作，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场域，老板不允许你就请假，那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离职算了。我发现生命跟我的工作，我当然觉得生命是比较重要。可是你就都没有工作回去陪家人了，她其实也会就是也会担心，也会不要，所以。就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因为我的丈母娘就想，我就拜托她说，还是说我找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平常就接 case， 然后我们有搬的时候就回去陪妈妈，所以当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同时可以把两件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就因缘机会就开了一个小间的工作室这样。了解，所以你过去也是给人家请假，受雇于人家。对，没错没错。了解，然后后来就是可能要照顾妈妈的部分，所以才会来开店。那在整个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是经历过之后，才真的会很有体验。对对。那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
你学会什么事情，或者是了解到什么？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妈妈可以求生意志可以更强烈一点。我当时是跟她讲说，不然我去念物理治疗。那因为我算物理治疗大概也要三五年，那三五年如果算一下这个时候五年存活率，她只要能够过第一个三年，再过五年，我就觉得这样子我们就赢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她一个，就说、哦、我去考一个医师人员，那我去念这个科系，那你不用担心，我们做这个原来的传统的这种工作，它是一个很没有发展或者是一个夕阳的一个产业，所以就因为因缘机会，我就接触了物理治疗，然后把整个这个相关科系的这个知识学习完之后，这段时间在跟妈妈的这个陪，就算等于是我陪她陪我的过程，我发现我们所有在健康里面其实可以归纳三种族群。第一个就是真正在治疗的人，或者是受伤的人，他除了接受医疗的介入之外，我们其他的保健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帮助他，让他好的快一点？我们讲的健康促进这一块 ，OK， 但这不能本末倒置，你不能治疗不去，然后只做健康促进不行。所以受伤的人或者是在治疗中的人，能不能有什么健康促进的方式可以提供给他？这是第一个族群。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亚健康族群，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他还没有受伤到需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一点点酸痛的出现的时候，讯息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介入的策略，让他可以远离这个部分？是。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平常都没有什么事情的，可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身体慢慢的处于这种亚健康，甚至到不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所谓的健康，永远保持健康的部分，你要怎么做？这三个族群，其实我们应该要帮三个族群在这个保健里面，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观念是。在陪伴家人的时候发现谈健康应该要从这三个角度去做，所以后来发现我从小店然后展店到现在比较规模比较大一点点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我发现来的族群真的就如同我所讲的，他有很多是需要陪伴，他人好好的，可是他有很多一些压力啊，或者是他的酸痛的来源啊，或者是说他在训练上面他有遇到一些问题，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教练的角色，听他倾听他的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解决。其实这个陪伴在这个整个陪家人的过程中发现，哇，这个太重要了。对，这个以往是我们在做这块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以往都是照着专业的这种所谓的实证，然后照到专业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是。那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其实不能完全是这样子，应该是在这个原则下站在你的角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做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了解，其实就是在可能身体的病痛上面，再加上他心理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综合性的考量，然后再做相对应的一些处置，这样子。是。好，节目到这边我们也要进入尾声，那乔治哥有没有想要跟观众分享一些什么呢？其实创业到现在这一段呢，就是刚好我们开店的时候就遇到疫情，是，所以开店遇到疫情，就很多资金上面的成本上面资源就一直在这边做一些就是对抗这样，对，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块的工作就是需要有更多人来加入了，那这个更多人加入，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知名度，我们慢慢的知名度，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宣传，慢慢的打开，但是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教练，或者是更多这种学校相关科系的这个人员的投入？是。那当我们有朝向，就是有一些实习的同学啊，可以慢慢来进入这块产业。那再来就是说，这种同业，有志同道者，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更多的加入我们彰化这在彰化的工作这一块？因为彰化这块领域，其实如果跟台中比较起来，它其实是比较慢。尤其是在民众对于这种健康产业啊、运动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比较速度是稍微慢一点的。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教育民众，然后告诉民众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保健啊、保养应该要怎么做。是。那所以希望就是说，在民众在寻求这些相关知识的时候，有时候不要把决定权就这样丢给你的任何一个教练，应该是把决定权跟管理好自己的部分的角色任务应该拿回来自己，是是是，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教练可以投入到我们这一块，就是一起加入这个工作的领域。对，最主要就是这两块是希望接下来民众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除了乔治哥这边可以提供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之外，我们民众自己也要有一些积极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然后对自己身体的一些积极的作为啦。对，变成说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能够对自己好一点，然后能够让在自己可能酸痛的时候了解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放松，或者说我们应该避免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才不会让这样的酸痛继续恶化下去。是是，今天非常谢谢乔治哥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保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也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可以到网络上搜寻乔治运动保健，他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可以找到他们。那他们的店面呢也在我们彰化市的金城的斜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店面。那他如果有任何在这个运动保健上面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可以在网络上问他们，或者是直接他们店里面，或是打电话来跟他们做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跨年下的风华，我们下次再见。